我们的小五妹妹今天又来参加这个好身材大赛了。哇，只要你的体重保持在120斤左右，就会送你一套漂亮的衣服。我们一定要帮助小五妹妹。哇，小五妹妹现在的身材真是火辣呀。哎呀太瘦了，不行啊，倒了。哎呀，我们得重新锻炼。该太瘦的时候我们就要吃一点。哇，太胖，现在比如太胖我们就要吃蔬菜。哇，我们要锻炼身体。哎呀，不要再吃汉堡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吃这么多的汉堡，抓紧吃点蔬菜。然后再锻炼身体。哎呀，太胖了吧。哎呀，我们一起看看有多少斤吧。哇，这太瘦和太胖都是不行的。哎呀，竟然有200斤。哎，这次不行，这次我们一定要再小心一点。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要帮助小五妹妹得到那身漂亮的衣服。小五妹妹现在太胖了，我们要吃点菜花。哇，然后这太瘦了，我们吃个冰激凌，然后再锻炼一下。哇，现在的身材是不是应该是正好的？哇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多少斤吧。哦，哎呀，竟然才50斤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哇，这刚才太瘦了，这次我们再比刚才胖一点就好了。哇，我们再吃点西红柿。我这个身材应该是正好的吧。哇，但是前面有汉堡必须得吃，我们要锻炼一下身体。哎，这个身材好火辣呀。现在应该只是胖一点，再吃个菜花。哎，我们量一下体重看看多少吧。哇，终于达标了，哈哈，太厉害了。